过年了，去看大舅去。这是呢，老五，我五哥，俺们是弟兄俩。老五是61了，我呢是54了。过年有空去来家，隔着一条山，就隔着两个县。开车的话得转一大圈，这样不开车呢，就是隔着一座山。虽然路不是太远，2-3里路，去看看，也锻炼锻炼身体。今年88了。高手高手，年都得去，8月15春节啊，都得去看看。年纪大了，他们生来很高兴，就是小孩看看老的，就是这那种心情，就是很高兴啊。老的拉了，说拉了家常，很激动，他老的不很激动啊，真是很好。就是娘亲啊，舅大，我母亲去世了，得去看看舅舅，也想起这个，再会一会这个母亲。